歌部。歌的特点就在红色那一点，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辅助字形。例子，譬如说寸，这个是什么字形？这是木，所以剩下字形是戈，所以寸取木戈。春呢，木戈。四呢，上面有个土，土木戈，加上个日呢，日土木戈。第二个字形是狮字，因为这边也有一点，文字上字形上有一点的是像这样的字形，譬如说台湾的台，歌口，好，腰字是竹歌，其实这也是简体字，简体字是神猫的猫，这是公歌，私有的私，竹木歌，去字土歌，加上个撇，竹土歌。那各位可以想想，这个去字加上三点水，就变成什么字了？法律的法字。第三个字形是床头的床，上面有一点，所以床呢就取歌木，麻烦的麻死歌木木。好，这个是简体字，庄字山庄的庄，歌土。这个呢，刚刚介绍过四，加上个歌，就是歌土木歌。